维斌，现在疫情期间呢，吃什么都要非常的讲究，什么都要以提升免疫力为出发点哦。说到这个，我听说吃山药可以帮助抗病毒。哎，真的吗？可是山药的粘液好像是很难处理，很麻烦哦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让专家来教你如何处理，还有怎么吃。